父亲留给我的这部影片，我跟他似乎有很深的渊源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里的冬儿怎么越看越像小静呢？你干嘛老跟着我呢？我有话要问你。这个魔镜啊，秦朝的古董。韩冬儿的那把流星镜吗？我以为这个故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我也有。太平，去看一下吧。是你啊，臭痞子，水晶快点还我。上次骗我那50块钱拿来。十、二十、我才不相信什么活人俑。这个肉痞子他在这里干什么？少尊秦俑。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古今大战秦俑情。